不忘世仇，谨守家规，越秦此地至今不通婚。怀揣着拳拳报国之意，可以说忠心耿耿，为人呢是一心操劳国事，结果最后呢落得了这个下场。岳飞当时呢作为南宋的抗金名将来讲呢，他是很有名，但是和他在一个层面上呢，你像刘琦啊、韩世忠啊，都是这样的。但后世一传呢，岳飞名气最大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死得太惨了。而他这一死呢，算是把这秦桧永久地钉到了耻辱柱上。你看在西湖边上的岳王庙，我去过好几次，咱们有不少朋友也到那儿旅游过，岳飞那像在那坐着啊，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逆臣，而正邪自古通兵炭，虎踞于今判伪真，都很有名的对联。他对面呢，台阶下头呢，这边跪着秦桧和他老婆王氏，那边跪着莫奇谢和张俊两个奸臣。以前呢，有那个老百姓到这旅游的，往人身上吐痰吐吐沫，现在是文明多了。但总而言之呢，这秦桧算遭辞职了，永久的在这跪到岳飞面前。说这一段历史呢，很多人都了解。有的人就说，那你秦桧当初害老岳家人害这么惨，岳飞岳云这就差满门抄斩了都快。咱首先不能根据传说的东西啊，到处拿这个当证据，咱要回归历史本来面目，咱们看看这个秦桧害死岳飞这事儿，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喝酒了，还记得吗？当年在贵州那个小客栈，曾经有过约定，我二人一文一武，你内你外，为了我们大宋共济大事。今天的岳飞还是当年的岳飞，可惜秦桧已经不是当年的秦桧。有的人说，说老梁，你是不是又要这个哗众取宠啊，要给秦桧翻案呢？不是，咱们首先得跟大伙实事求是说，秦桧是当朝的状元，文采很好的，而且秦桧呢他发明了一种字体，咱们搞出版的朋友都知道，有种字体叫仿宋体，仿宋体就是秦桧发明的，只不过因为这名声太臭了，就没有人管它叫秦体字，都叫仿宋体字。就秦桧是有能力有水平的，你历史上有那么句话叫北宋无将南宋无相，就说北宋啊，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不相信军人，怕军队威胁到他天下，因为当年赵匡胤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嘛，所以北宋对军队的训练经常是外行领导内行，所以北宋没有出名的将领，可是打仗总输。到南宋的倒个个，南宋像韩世忠、岳飞这样的将领多了，可是南宋无相，能够辅佐当朝能够有治理天下能力的这宰相缺了。其实秦桧是当时一个很优秀的人才，那说为什么他最后成了这个害岳飞的罪魁祸首呢？这个其实你仔细分析分析，秦桧做坏事是肯定做了，但是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。首先一个呢，有人说秦桧为什么害岳飞啊，说是秦桧怕岳飞功高超过他。宋朝整个治理的方向是呢，文官绝对主政，就我刚才说赵匡胤那时候下来的传统，就不能让武将干政，怕他们一旦造反你收拾不住，所以岳飞功劳再大他是盖不住秦桧的，他俩一文一武，这两个人除了在对金国的策略上一个主和一个主战有点争议外，甚至底下都不是很熟悉，互相之间在利益上没有太多的就是你犯着过我犯着你。而且秦桧作为他一个文官，作为宰相来讲，他也没有这个权利去杀一个三军统帅。岳飞本身手里握着十万重兵，就说秦桧他之所以害岳飞是什么原因，那完全是宋高宗赵构的主意。秦桧为什么干这个坏事去陷害岳飞呢？那是和他主子有直接关系，他必须跟自己的主子结盟，得听自个儿主子的。岳秦不通婚，朱李不通婚，这绵延的世仇，这恪守的家规，幕后的推手又是谁？老梁观世界，改改这家规，正在播出。有人说宋高宗赵构，说赵构害岳飞那是一定的了，
因为啥呢？岳飞指导黄龙府与驻军痛银耳营会仙二弟回来吗？会仙二弟是谁呢？一个是宋高宗赵构的父亲，一个是宋高宗赵构的哥哥，他俩回来一个，这赵构这位置就坐不稳了。那这个倒确实是，因为当时呢跑到南方的呢，这个宋徽宗总共31个孩子里头只有赵构一个跑到这边的，总算他是正根，这才有南宋王朝的建立。确实是他爸爸他哥哥要回来了，没他份了。岳飞要指导黄龙府迎接徽钦二弟，这威胁到了宋高宗赵构的统治地位，这个倒不假。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，就是那个时候岳飞真有实力打到黄龙府吗？有人说那宋高宗赵构在能够断绝徽钦二弟回来这个念想之下，他完全没有必要对金国入侵一退再退，年年割地求和，送大量的金银。因为在当时宋金两国的国力对比上看，南宋照金国差很多，